哎，大家好，我是 Kelly，我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经纪，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房地产买卖、房地产管理等一些基本知识，希望大家有问题在这里提出来，我和大家共同解答分享。嘿，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为什么昨天跟大家说这个房应该值得推荐呢？就是这个我介绍的。为什么我要推荐这个房？为什么我要推这个房？OK，因为呢，在这块儿啊，都是上百万的房，看见了吗？这是200万的房，这个呢，130万的攀顶，这个房152万，而这个房我们昨天说的75万在这儿。在这个角落，OK，在这个角落，在这儿呢，72万五这个，OK，他这些卖掉的50万，然后这42万，他们这个不是 corner lot，这个是 corner lot，这个卖的早吧，早就卖了，这个50万6的，看一下他什么时候卖的哦，他是什么时候卖的？1月20号卖的，今年的1月20号，现在已经过了半年了，OK，1月20号的房子，他是现在房价还在涨。这就说明了，OK，这是50万06，但是这个 lot 比这个大，对不对？这个 lot 比它大吧？比它大不大？差不多，但是半年之后又涨了20万。这个呢，200万，看见了吗？因为有湖景，有个湖景。这个呢，66万，这有湖景没有？这肯定卖的早，OK，这是两块 garage，这什么时候卖的？66万卖的，这个是它的 lot 多大？0.17亩，看见了吗？这是0.17亩的。所以呢，是这种情况，大家呢要弄明白这个价钱对劲不？便宜不？这个没有讲，但是有 reserve，这是57万，这个买的，它多大的房？看一下，1700，它的 lot 多大？57万8卖的，它的 lot 多大呢？0.15，你看，0.15，你这个是0.24啊，你的地大呀。然后呢，这个呢，78万卖的，你看它这个 lot 多大？1700，它76万卖的，对吧？它的 lot，它的面积，使用面积，OK heated 的，就是1740 square feet 的，是今年刚刚卖掉的，5月20号卖的，OK，上个月卖的，所以这个价现在登的在这上不贵，OK，它这个不贵，你这个后边也没有邻居啊，你这个后面也没有邻居，对吧？然后它这个小区都是上百万的房子，OK。它这都是上百万的，看一下。所以这个小区这个 builder 在这儿有一部分房现在在盖，收尾工作，这一些盖完了，这一段就没了。然后他要再进行开发，就是这边别的这些湖了。这些湖不是天然湖，是挖贝壳挖出来的。这个 mining the shells，这个我和大家在分享 Potty Home 的时候和 Mary 做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去看。那个也介绍了一部分东西，我可以停下来让大家看是哪个视频。大家看一下这个，我就介绍的这个 Potty Home 是这个，还有这个，大家都可以点开看一下啊。这个它的风景，一路上拍的视频我都有。这个时间长一点和还有 Model Home 是 Potty Home 的，但是都是在一个这个湖的小区里头，所以呢。你呢就能看一下外边的情况和室内的情况，然后还有最近和开发商说的是这一块儿也是带着客人去看房，然后开发商介绍的是这一块儿，OK 是这个，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这个，OK 开发商建造的。大家都可以看基本知识，你看，在这儿开发商说的这地块的什么什么情况？Rich people coming. My God, just like you. I'm not rich. I'm poor. I hear you. My goodness. So, do you know this is 750? How much is it sold? It was all I know is that it was more More than that. 800, 850. Just for the lot. Is there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houses? It's exactly the same. We have seven floor plans to offer. And there's seven, same seven that we have in this group. We have three of the seven are furnished models we can offer. 所以这些房，
他在这块卖的这个 lot 啊 ，Poti Home 在这块卖的这个 lot 啊，是卖的多少钱呢？35万，和这个是35万，然后这边的 lot 呢是卖的70万，75万都比那个价钱高。所以呢，我为什么说，这个整个这个湖有四个 builder，Poti Home 和 Town Home by Town 这两个 builder 是最便宜的，起价都是70万 ，Home by Town 70万以上，这个 Poti Home 呢？它的起价价钱已经是80万的了，盖一个房子80万以上，然后你再买个 lot 也得100多万了吧，你30万的没有湖景的就是32万，他说都比那个高，咱们就说35万吧。所以呢你房加上也100多万了，而且它这个 lot 多大，你看比如说这个湖景的 lot 也是 0.2 级，对吧？那你这个呢，这个的 lot 我们刚才看的是 0.24 嘛，这个72万5，这个它的 lot 0.24 嘛，所以呢你花了比较便宜的钱，没有什么湖景，但是有这个湖你遛弯就可以去看了，这不都是湖吗？所以这个房非常便宜。我说的意思就在这个，他卖掉的房50几万，那个已经翻篇了，是半年以前的价钱， OK， 半年以前的价钱卖了，这就卖了。如果呢你想在这，这也是200万，对吧？因为有湖景，家里这个后院一开这个拉门，这个后面就是湖景，而且这边有的加 premium 的premium 的话呢，可以在后院盖一个 dock， 就这种 dock， 因为这个 model home 在这儿，它有 dock， model home 在这儿，这就是 dock， 这是 poly home 的 model home 有三个，然后这个 stone water 在最后，这个呢是came lot， 这是 pinnacle， 这是最小的户型，然后它这个盖一个 dock 要3万块钱，如果你自己找，也许能够找到材料和工钱都会比较便宜一些的，那么你也可以自己再说，如果你买了这个 lot 可以盖，但是不是每个 lot 都可以盖这种 dock 的，因为有 premium， 这个 lot 足够大，而且那个是允许盖这个建这个 dock 的才能盖，否则是不能盖的。这些地块半年之后一年之后都涨很多，比如说这个或者是哪一个，这个卖93万呢，这太便宜了，这个他在家邻居就现在 closing 就125万呢，他这个这么便宜呢，2852 square feet， 这个卖了哈，什么时候卖的？5月4号，这个就最近卖的，他这个卖便宜了，零天攀顶吗？所以这个房绝对抢，你看见了吗？这是2852 square feet 的房，当天就被抢，他太便宜了，他这个便宜，他为什么卖这么便宜呢？哦。Sold data purpose only， 这早就卖了啊，这个根本没在市场上待的，就是开发商把这个直接就卖给下一家在 waiting list 上了，估计这么回事，这个哪有低于100万呢？所以他那个特便宜，这多少？2488吗？120万，嗯，这估计也是 data purpose， 看一下好信啊，看着吗 ？Sold data purpose， 我猜的怎么样？因为没有那个价在市场上。哪有这个120万的房能这个那么大的房呢，那么好的湖景，不可能，这估计也是 sold data purpose， 他没有，他说根本就没有注解，零天卖的，就是人家早就 builder 卖完了这房，然后人家又卖给下一家在 waiting list 上，这是130万的房都一模一样的价钱，这就 sold data purpose， OK， 这是 poly home builder， 这个没有别的，嗯。所以那个朋友们，这个小区啊，这个小区绝对便宜，这个不是这个小区，但他卖135万，他的 lot 大呀，2亩地，也许看一看多大，他这 lot 5.35 acre， 这边是可以养马的，这边 OK， 有愿意买房的也可以注意这样的，但他卖的是这个 lot， 哎 wait a second， 那怎么回事，看一下135万卖了，哦 active， 他这个35张照片看一下，他这三这个好信儿呢，怎么，对呀，这不就可以养马的地方的一个大农场，那边就是湖，这个挺便宜的，因为没有树，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养马的地方，有住的地方，可以再进行修复一下，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地下，这家原来在这干活，也许这是胶皮防止这个什么，对，是胶皮，是那种那个pads， 这都是比较老的房，但是地带，这不马圈吗？这就是马场，
人家卖这个马券135万，新发现一个大陆，发现新大陆了啊！这是马圈的和养马的五亩地啊，5.35 acre，要卖135万。哦，卖了吧？没有，135万一个白种一个巴斯，这个主要就是马圈。这边的房看到没？都是100多万的。OK， 这200万卖掉的，什么时候卖的？3180 square feet，今年登出来2天就上市场就卖200万卖了。OK， 3185 square feet。每个 square feet 的565，3月3号登的，4月6号卖的，但是登在2天就攀顶了。这个湖景漂亮吧？都是这样的好房。OK， 200万卖的。OK， 这房都是非常新房，看见湖景了吗？无敌湖景，无敌湖景房，而且是 picture screen， 拉奈那个纱窗不？看一眼，过一会儿应该看到院子里的事儿。是 picture screen， 一张大的这个纱窗，看见了吗？而且它这个安那个边门了，这个 master bedroom 可以出来，这个有那个 side door， 而且是 outdoor kitchen， everything perfect， 看见了吗？一张大的 picture screen， 拉奈这个纱窗，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地砖，这个地是 travertine， 这个是非常高档的一种石材，这个游泳池搞得也漂亮。OK。Everything perfect， 200万，值，太值了，看见了，这个就是 model home 就做的这样的，它好像比这 model home 的这个泳池和这个 spa， 这个 spa 好像有些不同，跟那 model home 都是高档的东西，花草啊什么的，搞的都是非常好。Yeah， generator， 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家电断电，这个、就自动直接启动，这个。你家的冰箱啊，这是用泳池的 filter， OK， 你家就不会断电，你知道这房子 in a very perfect condition。 然后 clubhouse， 这边是 clubhouse， 小区都是一个不同的 builder 有不同的这个 clubhouse， OK， 这里有几家的 clubhouse。 所以再回到这张地图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为什么我推荐他要买72万5，估计今天晚上就没了。大家一定要手快，可以大家再观察我说这房对不对，170万吧，300万吧，这多少钱，172万，160万，269万，现在登在市场160万，你跟这些人家做邻居有的错吗？错不了的，这有个60多万，那都年前年初的时候卖的，肯定的，看一下去年年底卖的，去年年底就卖了，现金当天卖的， data sold data only， 便宜的房都 sold data only， OK，都是开发商在一年之前这个就卖了，然后人家登在这儿说是卖掉了，人家那个价是原来早就卖掉的价钱。 OK， 可以再看一下这个50万的房是不是 data only， 什么字样都没有，就是早就卖了，同样价钱明天卖掉，就是人家在这上登一个 data， 但人家买这房2021年人家就盖了，也许2020年的年底经过14个月的盖房等着建筑材料人家卖了，这个价钱不要跟人家比，只能跟这些这个 listing 的，这些都是已经卖出去的。 OK， 你看这个也是 data only，for sold data only， 所以这些房 OK， 这个房出来了非常便宜，不是说抢吧，我估计这价钱肯定卖得高。前阶段有哪个房来的，我给大家介绍了，在后边那个不是百万豪宅呀，这些都是百万豪宅，所以呢在这里跟他们做邻居错不了，都是高档人士在这里住，住200万300万的房，人群在这里 OK， 所以你想买个好区要在这里，这些价钱都是已经卖完了的，只是 data only， 这个是不是 data only， 都是 data only， 他们这个呢，这个不是，他6天就卖了，现金应该是，看一下是现金卖的吗，现金卖的，所以是这样房，虽然他给减价了，减价了，他230万，他这220万买的，6天现金拿走 ，OK， 现金拿走了200多万的房，在哪儿？只要有好房，有钱 ，available and ready to buy， sold will be higher or lower whatever。这个多少钱嘛？等等，在市场2天没了，125,000，等了多少钱？157,500卖的 ，OK， 抢走的这个是啊，看一下吧，3000 square feet。看一下是现金吧，是现金买走的吧，
是现金买走的 ，OK。好了，不多说，这个房大家看到了 sold price， 那么尽快和我联系，如果没了就没了，这个房。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希望点赞、订阅、转发、评论，下次再见。